sense 这样讲不对啦，这样子很奇怪耶。讲几百遍了，我想要的是 impressive 的 feel。impressive 你知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在吃茶叶蛋吗？哇，还有泡面，豪华版的，还那么多茶叶蛋，你会破产吧？哎，喂，你很没有礼貌哎，人家在讲话，你听一下好不好？哎哎哎，你们还招人吗？嗯，干脆我那边不做了啦。要不我看就这样，其实给素饼、茶食也 OK 啊。